课文，咱们接下来继续给我大号抽武则天。说实话，这个大号啊，抽起来武则天那是没完没了，轻轻松松，简简单单，直接就把对面给他干蒙圈。现在这都抽到了多少次了？79幸运值了，妈呀，又要出来了。上个幸运值就是这个90左右的时候出来的，哇，有很强预感，今天又要再出一个武则天。我感觉我的号上的荣耀水晶都用不完了，都出来多少个了？一会儿我们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一会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都出来多少个了，看看啊。我出还剩下五个荣耀水晶没有用，我的天哪，太尴尬了啊，太尴尬了。93啊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？93幸运值了喽。哎呀，积分不足，积分我都不用慌，来点积分继续刚。轻轻松松，简简单单，直接就把对面给他干蒙圈。103，天哪，我醉了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太过分了吧，108好汉，108将，哎，怎么又不够了呢？怎么回事呢？你讨厌，委屈，113还不出，天哪，我醉了，上线了，废了朋友们，竟然没有出来，这下子建伟，你就有点过分了呀！行啊，小子，你给我等着吧，今天晚上我叫队西收拾你。好了，我看咱们这个大号实在是太无聊了，朋友们，说实话，这家伙里面的东西你看看，局内表现，最近获得。不是的，那就是最近获得里面还有五个荣耀水晶，对不对？马马虎虎吧。好了，接下来咱们继续打造咱们的小号吧。